请问啦，德国是一个一板一眼、环保嘛足严肃、足认真的国家。那真正拜耳公司做的这款合作吼，雪山家里的产品光气爱使用的这过程中啊，拢总安全。伊啥物来咱东南亚的台湾来制作？有时啊吼，咱甲杀开了吼，拜耳公司所带来这生机啦吼，特别是向尊大中关足侪人投资啦去买土地。迄笔土地内底有吴泽言的迄张支票啊，哦，迄张支票讲啊，逐张拢共款，拢做几落张，哦，原来向阵有姓林的迄个人因兜开出来，哇，这互你看到啥？大家拢已经包工程啊嘛，迄土地嘛拢共款的数字啊，大家安怎去分赃？哎、欸，这敢毋免查？哎啦，一定爱查啦。但是即马你也看，敢无你查？我目睭紧紧看，伫我阿未咪的进程哦，你若无你查袂使，因为即款的投资。为着利益，安尼几落张支票拢共款消无，安尼出去的是，毋是迄个贪污歪果的代志尔呢？迄造成的迄间工厂拜尔拿来造成的环境污染，迄款光气的毒，比咱拄下讲的戴奥辛、多氯联苯、水银汞的中毒，搁较严重啊！迄严重足济啊，所以大家真正袂使轻看啦吼，因为咱有时仔咧看拢。安尼，要哪讲，拢上过客气啦，拢敢看迄表面上诶，啊，只要吼抓无到诶，啊，过就好啊啦，过就好啊啦吼，啊，卖啦，张医师，你定拢爱讲啊，鸡蛋里面挑骨头，啊，真正无挑袂使啊。咱拄下讲诶是日本工业伤害两种尔，因拢弄四种呢，因为工业伤害内底有种，哦，咱拄下讲镉，迄是神冈点山发生诶代志，三井，哦，伫三井金属神冈矿。矿山发生的，因内底还阁有迄款日本的三重县四日市化工厂有二氧化硫引起的气喘事件，二氧化硫嘛走出来伫咱环境内底，互咱喘袂起来。因日本吼当然较古摸啦，因的环保嘛较严格啦，所以因会用真侪款的方法。啊、去查讲，哎、欸，这个死亡跟咱的有关吼，诶，迄款智能障碍吼，对倒来，啊，这个代志，互咱一个反省啦。咱日本甲台湾吼，迄关系太密的，到今仔日，咱反正还阁是日本吼悬空割让的一个领土哦。因为1951年吼，旧金山和平条约伫九月初八来制定，到过年1952年，哦，4月28日。啊，再来实施啊！这中间吼，诶，人因中国冒去，迄号做联合国哦，去遐争取来讲，诶、欸，台湾叫日本吼无条件大行吐出来吼，诶、欸，这属于中国的啊，因叫吴秀全吼，甲迄号做乔冠华啊，各七个拢从九个人去联合国，嚯、哦，啊，资料带偌济咧，结果联合国最后的答案甲讲，台湾毋是恁的，白煞乌字啦，点点。哦，我讲这就是讲啥？讲日本，伊迄个甲台湾吐出来，台湾地位未定论，今仔还阁存在。美国即马互台湾，哦，陈仲谟教授吼、哦，就是以前司法院的副院长，啊，甲林志深博士吼，因、哦、去告，告看最高法院哦，已经接受哦。伫2009年8月初4日，最高法院讲一句话，讲我们不答辩。你搞过啊！我不爱答辩，在你过啊啦，已经无法度啊，这事实啦。台湾叫美国暗港，伊用台湾关系法，美国制定的国内法，台湾 Relation Act， 伊伫上台对抗8·17公报、上海公报、军售公报，当然有伊的目的啦吼。美国嘛要讨暗港，但是真正日本跟咱关系真好，日本有足侪科技、医学，咱今仔日大行外靠日本，无恁兜卖用。马自达的车，卖用 Suzuki， 卖用迄个做日本的 Honda， 拢总卖用电视、冰箱、Sony 卖用，马那小哪都卖用，你拢卖用，试看卖啊，无法度啦，你袂使讲骂人家鬼子，日本鬼子啊什么什么，你拢爱用，因为伊伫台湾曾经统治的50年内底，伊有建设，伊有好的建设，伊的医学搁较值得咱来注意，因对环境的污染较重视，所以。咱用日本的例来看就好。咱台湾今仔日对中国迄边啊，连饮一个咱的牛奶，咱食的三合一的迄款咖啡嘛出问题，迄款呢，咱敢会使浪讲？
干袂使，我司长讲歹做就做伊走。哦，伊讲耶金酸，哦，讲迄名号做耶金酸，有影无影我毋知啦。但是这负责任啦，因为环境污染毋是干那这尔，你我边有太侪环境污染，咱也毋知，特别是排厝边中国，所以真感谢日本甲美国啦，至少因还佫伫遐咧保护台湾，哦，互迄旧金山和平条约造成的迄个结论吼，今仔日也互台湾无多叫。隔壁亲戚、垃圾亲戚来甲你吞打，迄若吞打去吼，因遐物件吼，包括因的玩具啦吼，因所有外销的糖仔饼，伫世界各国拢总甲退回。干那咱热脸贴人家冷屁股，特别去遐摕人的污染的物件、污染的青菜水果，搁甲你外销咧，连人来遮都污染。咱老实讲，这是足大的环境污染，包括吼迄款政治的污染。唔忙啦吼，我今日讲这，大家来反省。好好啊，监督咱的政府，伫咱的环保政策，甲咱严格监督，袂使入来就袂使好入来，安尼咱才好得保障身体，关心彼此心，才使健康。今仔日，咱伫辛苦白听谢龙师林医师介绍环境污染，予大家知，请大家共同来注意，共同来努力。多谢你的收看甲收听。